真实法入心，信解行证，真如地开立，心性合一，闻彼开道地，福慧平行，本觉开开佛地见正道，难真实法入心，佛所教化啦，咱爱听入来，而无漏失去，无聊啦。咱烦恼那起底啦，信解生，自然有信有解，法都伫心中，所以一直讲。爱发入心嘛，行在法中，那会当安呢？入心而实行，啊，这就是真如地开立。咱的真如啊，甲佛陀所说法的道理契合了，所以。心性合一，这个道理已经契合入咱的心，咱身体的行，理解合一，知啦，了解啦，咱嘛是安尼，身体的行，依法做，依法修，所以讲，闻彼开道地，那福慧就平行咯。道，意思就是灵通的意思。咱一条路啊，一通才叫做路。就同款道理啦，讲会通，嘛都爱咱行会通，安尼才是真实道啊。修行的道路呢，无有阻碍，安尼一路呢，予咱会当将发心修行啊，真正呢平顺畅通呢，得到。大涅槃，这就是叫做道地哦。啊，要得到这个道地啦，必定爱耐心，爱有悲心嘛，同体大悲，你才愿意入灵群，入灵群去磨练咱呢这条道路啊，安尼行会通，行会通啦、啊。自然呢，就福慧平行，修福人群中修福，在人群中正中地位，这安尼福慧平行，这本觉启开佛地。见正道，就是咱的真如，真实化啦。用在咱的日常生活中，自然咱的心界定会具足啦，无有烦恼，所有的烦恼拢从起底咯。咱的内心呢，本觉啊，已经无聊啦。本觉的内底，无有夹杂着烦恼，安尼已经伫无聊中，咱自然呐、啊，都启开佛地。
见净土。啊，长一群呐，来自于北、中、南，来到东部，安尼来会啊下吧，就是啊，小菩萨呀来相见欢呐，也来交谊呀，啊，一个一个呢来分享啊，第一个就是四岁、三四岁的囡仔，伊是负责吼，甲因的笔记呢，安尼双手捧着一沓的笔记哦，安尼负责提迄个笔记，行伫头前来，开始呢自我介绍，就讲出了伊熏花香啊。听话的心得啊，伊也袂晓写字啦，啊用画图的吼，啊迄个图呢，就是安尼，内底有两尾鱼啊，一条索啊，安尼解白条咧，这是一个图。共这张图的下面呢，搁一张画一个四四角角，这个纸，那。纸的边啊呢，阁有一群，是一支一支，啊，亲像呢，迄、那个纸甲卷伫，迄、那个香，好、哦，后来我才知影迄是香啊。那这是伊安尼哪伫咧解说，伊咧解说就讲，有一天，佛陀甲着伊的弟子行伫路林，佛陀呢？就叫伊个地主，啊，就去叫一条索啊来，还叫伊片看卖咧，好、哦、真臭哦！佛陀就甲伊地主讲，这条索啊是因为八过鱼，才会遐尼臭。那国行向前看到一阵风啊，吹着一张纸来。佛陀就甲讲，迄张纸去捡起来，啊，就去捡这张纸。佛陀就甲弟子讲，这张纸片看卖咧，啊，真香哦。那佛陀就甲讲，人那是做恶事啦，心有恶念，就亲像。那条索啊，八过鱼同款，粗的味啊。人若会当修行持戒，就亲像那张纸，包括香，那个味还搁伫纸的内底哩。这个故事安尼讲完，伊家己就做结语哦，伊讲。就亲像咱大家人，咱那是做好事，心里就会香香的；假如做坏事啊，我们的心就会臭臭，像那一条绳子。看清净心嘛，这种本格，这是人人本具呀。会真如本性，一了解法啦，伊呢就会当有伊的自觉，伊家己呢内心的心定，这敢毋就是智慧的智见呢？前面一文呐、啊、讲，法王法中究修梵行。金德无量，无上大果，我等今者，尽是声闻，依佛道心，令一切闻法华回向啊！舍利弗顶，迦叶尊者顶顶顶啦，
这些声闻过去呢，也阁是修在独善其身，现在呢，佛法会上啦，舍利弗已经佛为伊受记了。须菩提，摩诃迦叶迦旃延目犍连那四位经中的领导者都已经体会到了，所以出来表达了因已经信解啊。现在这些声闻啊，已经呢真是声闻依佛陀声，即嘛佛陀所讲的陀声，所讲的教法啊，已经这个大乘法入心无漏掉去啦，所以依佛陀声令一切闻，唔只是我已经听入去，我嘛要搁再将佛的教法呢来告知天下人，所以令一切闻吼，就是啊，了解了后呢，都爱发大心咯吼。下面搁落来一段文，再讲五顶金甲真阿罗汉啊，以诸世间天人魔幻，普以其中应受供养。一段文讲五顶金甲真阿罗汉，一当阵阮所有起伫的烦恼心已经拢清净啦，唔只是心清净，也已经呢发大心咯，伫诸世间呐，一直堪得受天人魔幻等等呐，普以其中应受供养哦。那现在开启了心胸，已经呢要将法啦，那应天下人普遍会当拢听会到佛法，发这念心啊，助利利他，这个德已经升悬起来啦，唔只是得受人间的欢喜供养，现在也应该呢受天人魔幻呐，的尊重供养呐，这就是德，德行升悬起来，这天人恭敬尊重供养吼，意思就是安尼。看下面的文呐吼，五顶金甲真阿罗汉。金甲就是现在，现在就是在发花会上那个时刻，真的得到得过佛陀的开始，在灵山会中已经呢菩提道了，开始破这个角度啊，就是因啊，那身体力行是果啊，不只是角度破，嘛身体力行，这已经是真新闻吼。啊，即嘛所听落来，分呢句句的话啦，阮拢总是一句都无漏，拢总收入心来咯。
是真阿罗汉咯吼，凡是当尊是真修行者啦，是为众生来修行咯吼。那你决定主动作佛，家己作佛啦，嘛都要家己决定啊。你有心，那自然呢，你就会当向这条大乘实法呢。往前行吼，啊，这呢，将来一定呢是会当作佛吼。是过去正四果是小罗汉吼，尽管到四果了，还是独善其身，所以叫做小乘。五顶金甲，一力完教。已经开始发花会上啊，从下去了迄个尖角，现在已经呢完全圆满的教法，是大乘法吼。这大乘的教法呢，是咱真阿罗汉。大乘教法入咱的心，这是真圆满的大阿罗汉，就是教佛的境界，以诸世间天人模范，以三界中诸天世人魔王呐、梵王，或者是欲天，欲天主就是魔王呐。来人间呢，伫咧扰乱人的道心嘛，这叫做魔王吼。那色界天主呢，叫做梵王。这个魔啊，就是他化住在天魔啊，他化住在天呢，就是伫欲界的第六天，这是伫。佛经的内底安尼讲嘛吼，化住在天魔的欲界中呢，就是哄海正法的魔王，因为呢，伊感觉这人间呐、啊，人人呐、啊、拢修行呐、啊，啊，欲界的众生都减少啊，那伊所伫咧统领的呢，伊所控制啦、啊。这个凡夫减少啦，欲界的人减少，啊，伊的权力呢，都会减薄去啊。所以伊希望呢，欲界中啊，爱较侪无子无孙，所以就是阻碍人修圣道法哦。啊，这个魔王啊，伊用什么方法呢？好咱人间呐、啊，安尼有烦恼、颠倒、妄想吼，那是虾米呢？凡夫就是因为有烦恼魔啊，有五蕴魔，也个有思魔，个有天魔，伫欲界内底，也个有这四种的魔啊。烦恼呢，即都逐天伫咧讲的啊。对啊，这拢是伫咧破坏咱的正法，破坏咱修行。哎，这个观念，这种呢，诶，烦恼魔，一个五蕴魔，是受相行识吼，一个是伫这个所在呢，迄、那个烦恼哩，个死魔，啊，人生苦短呐、啊。即是伫咧修行呢，短短的时间才发心念定，才开始呢，要了解道理，唔免偌久呢，那
生老病死啦，那呢一生结束啦，这嘛是一种修行的障碍呀。死魔，过来就是天魔了吼，那天魔就是欲界呢，也就是第六天柱呢，这是一地啦，就和咱的人间一地。困了人的心，也乃是哎，凡凡就是的凡天王，他是的色界的吼，的天主，那就是修清净心啦。下边过落来讲，普以其中应受供养吼。普遍已经那成阿罗汉啦，也超越了色界，普于天人大众之中。以上如来智慧故，咱即马开始呢，以佛陀的法啦，咱实行如来的智慧，安呢？所以咱有这个坚定的心。会当破敌呢？这个魔幻吼，那破魔啊，未流乱伫色界哩，这呢，咱拢脱离啦。因为安呢，一定呢是幸福吼，那而且呢，恭敬供养啦，应受供养的意思就是佛是。众同好之一吼，这里十好内底呢，就应供哦，而且大阿罗汉啊，现出家相啊，修行呢超越者吼，那应受供养，佛祖结束地尽啊，结都是烦恼，所有的烦恼啦。这结束啊，隆重地断呐，得一切地，一切地慧，所以应受天地众生供养，真是声闻真阿罗汉吼，真呢就是教啊，对这个教的方面呐，咱有赞处吼。有效中大性法，这是教法啦吼，所以有完实性立初诸位开始的菩萨啊，有十地嘛，十信地吼，那顶顶啦，爱经过安尼，才会信心阶段呢，去体会了解呢，真微细的法。真多微细的烦恼气滴，咱即马开始呢，真多微细的法啊，拢会当入心咯吼。所以分正大涅槃，真实一三点吼，这都已经呢，甲佛陀呢，迄个阶段呢，安尼一直呢，特别接近来咯吼。一真一切真呐，灵异。无佛世界示现，不上生道利益众生，这就是真哦，真如一真的一切真呐、啊，真正是会当在无佛的世界呢示现不上生道，释迦牟尼佛来人间呐、啊，就是无佛的世界，那么伊来娑婆呢，他。就是示现不上生道，佛有本佛甲即佛吼，用这个本即的法来讲呢，今闻法华开权显示现在的法华经，从过去呢，迄、那个三性法
过去消行啦，的这个消性法，各有中性、大性。即马来到这呢，已经开山显意啦，成为一识吼。那这就是开智显本吼，意思就是讲智佛就是现象成佛，这叫做智。那走过的卡架。其实呢，本佛就是真如啦，人人本具啊。五顶就是修行者，加一顶吼，表达过去五顶累必菩萨行，过去拢总大家人拢有啦，拢有含着迄个菩萨行，人之初性本善嘛，所以外现性本心。大家人拢有这个善心，佛陀所说的法呢，阮拢知影啦。就是现这个声闻的辛苦吼，但是呢，咱今嘛已经呢，嘛是了解，了解了后呢，现在啦，就是外面还阁是讲声闻，但是呢，内化啦。啊，已经呢，嘛是菩萨的心哦，所以内外啦，我看起来我也阁是声闻，其实呢，这是应化心，我的内心呢，拢已经呢，依佛的觉已经开始接近啦，这呢是修行的过程，今日现在我顶真。菩萨必当作佛，我们会当行菩萨道啊，将来也是同款呢，会当成佛。我大家人是真佛祖啊，对哇、啊？咱应该有信心啦、啊。其实咱人人呢都有共一点心，想要成佛的心，阿嘛了解呢，成佛的意境一定呢是爱经过菩萨道。即嘛，真实发心啦，那一切无挂碍啦，专心呢行菩萨道，方向对，行对就对啦，所以这爱时时多用心啊。